我是刚刚的合同到113年了，7月12号台北站，这边有9分，我们这是 C74 哦 ，C98次了。这里嘛，它将沿线的苏澳2017二八七七二八圈了，离家还是13M。九八的江海银行操作的公共投资房产营收每行间0.16片豆腾，12台车性能离家后，在一个在3月台，一个在4月台。今天分别是18800，好了，是198跟133都是的，修完了，拜拜。是19分确实啊，再见。